哎呦，我那又不是你的，今日代志我讲清楚，你到底什么样？我叶志成的。哎呀，你拿出讲你叫做叶志成，我就相信。你在骗谁啊？我在都会机场接阮二哥回来。啊无啊，你前两看了几年啊？既然你已经摕到他给出头重要的资料，你就应该赶紧交我。你应该嘛知影，现在即摆拄着危险，我要提前交我伊的性命。杜晨。你好是就是他，我内面都拢搬走，放给你。想要摕回来你的画图，你就要亲自跟我见面。我就要把你的家所有图全部都变到出来。家属，你把我背来啊！巴乐，你这只狐狸精，你对会长真正无其他的想法。是你跟我讲夫人伤害主宰，我的目的是要保护夫人，让伊心内艰苦。咱算是家己人，不应该冤家啊！我相信咱一定合作愉快。一开始曹凤生的生意都要威胁死，天哪，才发生这样的代志，你唔得应该先叫曹凤忏悔才对。绝对袂放过伊啊！哇！